全部跑不准备妥当第三场赛事，一班一六五零泥地大热系九，准备随自己步啊！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时候啦，前面快噶嘛，埋边大众开心，中间电信巴打，出边黄金甲，外面禅青宝区，最初仲系就好好心得啊！内栏尾三咧就起进区啦，后边两只加州十大咁啊，迎栏暂时垫后啊！啱啱第一次转弯过呢个千四米段处，前面方头嘅马系电信巴打，黄金甲跟住佢，内栏第三仲系大众开心，第四位系禅青宝区啊！再后边嘅马好好心得啦，内栏尾三黄三系起进区，后边两匹马蓝三蓝帽嗰只加州十大啦。迎蓝暂时在内栏包尾的位置，去到对面直路中段，电信巴打占先，黄金甲就第二位，禅圣宝区出面开头流到头恶恶，现在在外面就走了上去，内栏第四还有大众开心，后面的四只好好心得起进区，加州十大响尾二，暂时殿后仍然是那只迎蓝。好了，过了这个800米段处，电信巴打占先一个身位的黄金甲就紧咬住它，外面是禅圣宝区，再后面第四位仲有大众开心，第五位粉红帽好好心得啊！后面三只起进区啊，黄衫啦，白帽中档骑紧咧就迎蓝咯。咁啊，暂时包尾嗰只紫色眼罩系加州十大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，电信巴打占先嘅，中间禅圣宝区开始上嚟啦，外边上噶嘛，仲有呢只就好好心得啦，后多层起进区啦，入边啊大众开心啊，最后百零米禅圣宝区中间占先，埋边啊电信巴打，后边噶嘛仲系好好心得，第四位咧就起进区。同埋加州十大大众开心接近终点，禅圣宝区将后面嘅对手掟甩咗少少而赢马，跑第二名，好好心得啊！第三名嘅马咧系电信巴打，咁啊至于第四名咧，大众开心同埋外边加州十大咧就相当接近啊！黄金甲咧就已经系收到慢晒过终点噶啦，结果今场赛事禅圣宝区咁啊力压好好心得跑第三名，电信巴打第四名，似乎咧埋边嗰只大众开心顶到的机会就比较高啲，出面姗姗来迟是加州十大。之后嘅禅圣宝区啊，临尾洛菲亚玛雅咁啊，3.6倍胜出啦，咁啊跑第二名一只五号好好心得嘅苏兆辉，第三名二号电信巴打中逆嚟啊，四号嘅大众开心何泽如第四，真系好夹啊玛雅嗰啲只马，你睇佢中段点样处理佢，只马喺尾头恶恶咧，又会松住你走，又唔走得，唔俾你走得晒。轻磅啊！今次
睇下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咧就系7号嘅禅胜宝区啦，独人派36蚊，位置派15蚊嘅。跑第二名咧就系5号嘅好好心得啊，位置派15蚊。跑第三名系2号嘅电信巴打，位置派38.5。连赢位5搭7派78蚊。二重彩啦，7号、5号顺序派98蚊。三重彩7号、5号、2号顺序派1225蚊。单T派350蚊，位置 Q 5搭7派31蚊，2搭7派68.5，2搭5派120蚊。跑第四名咧就系4号嘅大众开心。条森巴 Q 先，玛雅搭苏兆辉，睇翻第四名张相啊，大众开心，同埋话第四其实几近噶，成堆马，型男好似后嗰啲喎，早段打桩啊，你睇下巴度，呢只代表作啊，玛雅。三拣一预计派彩啦，胜出系 A 二隔夜半热门啦，派19.5，人马合作四 win 啊，玛雅同禅胜宝区。系啊，如果唔系玛雅啱啱星期三赢只盛世名区，之前都系赢呢只啫。临尾都仲有15蚊批，36蚊嘅独赢绿灯。啊，佢啲手势都话系咁噶，佢头恶恶嘅中间。系一路跑一路挫啊，挫住个头。你放松放松，俾少少佢咁啊，佢啊又嚟啦又嚟啦。呢啲马冇得谂远征啊！睇下马主点谂啦。香港嘅赛程就冇乜噶啦，即系如果再等高班泥地，远征又唔系好够跑嘅，就呢啲都系出到去又撞到迎揽。如果远征嚟，迎揽唔知系唔去咧，今日输咗。你真系谂下超级星期六嗰啲嘅啫，系咯，即系最多系嗰啲赛事。因为你又难拣，即系粗汗咁出到去又唔同啊嘛。系咯，即系好似圣意龙咁啫，一样啫嘛，又系好惨啊！只马咁 fit， 但系唔多赛程啊。黄金甲有事又收晒慢啊，转弯都散咗。佢成日都系一系 win 一系冇晒嗰啲。四连环预计派彩啦，2号、4号、5号、7号派927蚊。四重彩预计派彩7号、5号、2号、4号顺序派11395蚊。许建威整到 V24 啊，咁啊过咗阿蔡啦，好近嘅头三头几位啊。嗯，连马师系好激烈嘅，真得啊。潘顿就跑两场，咁啊，暂时延续紧星期三嘅成绩啊！啊，下一场热门嗰位转一转势啦。好啦，睇下个直径。一出闸，电信巴打啊，比较快啲啦。咁都放得几啱噶啦，我自己觉得啊，吓28秒14，23秒3几。黄金甲啊，真系多只快马咧，佢又冇乜运行噶啦。内栏就大众开心啦，留意一下只禅胜宝区啦，差唔多嚟噶啦，下一个头。后面就好心得起进区，喺晒后面系迎南，加埋只加州十大步速咧，确实都系比较慢啲嘅。咁呢只电信巴打都系预期之中啦，最紧要出闸顺利。你一涉住嗰只黄金甲咧，就即刻削弱嗰只一噶啦。咁讲真，两只马差唔多争成20磅，你梗系唔敢同只二斗走啦。咁啊，禅胜宝区都惯性嘅，呢啲都见惯咧。佢好多时跑两跑佢就坐一坐，跑两跑佢就坐一坐噶啦。咁骑师亦都对佢好了解啦，所以呢啲人马沟通咧系好重要。咁啊，迎南咯，睇睇头先阿陶都讲过佢嘅情况啊，就系冇乜沟通啊，呢个反而系倒翻转啊。巴道系啦，咁你谂住都其实禅胜宝区加上敌，咁你以往潘顿跑都系有一跟前少少噶嘛，咁今日倒后啊。嗯，佢呢度一味想赚出去，拱嗰只加咗十大出去，但系人哋系大箭头。步速又慢，你睇下呢度又开始啊，个头一路想怼出去噶，系 啊，但系人又未有好 fit 啦，少少打桩咁骑落去，又未蹬落个鞍度嘅，见到打起下啦，黄金教散咗啦，
所以好多马都冇乜改变位置啦。但仲开心，一路守好位，翻嚟咪顶住个第四咯。系好好心得泥地叻啲，咪追过咗佢咯。唉，起进区呢啲都唔追。系啊，加州十大反而都仲有两脚。啊，始终泥地佢有啲不明啊。黄金甲啊，真系输好远啊！巴度啊，泥地仲系三零部队嚟噶，未上过名啊，原来。好啦，第三场啊，福邦完毕派彩作实啦。位置 Q 五搭七派31元，二搭七派68.5元，二搭五派120元。组合独人三拣一啦，胜出系 A 二格夜半热门啦，派19.5元。二重彩啦，七号、五号顺序派98元。四连环二号、四号、五号、七号派927元。四重彩七号、五号、二号、四号顺序派11,395元。孖宝派彩啦，头关四号尾关七号派198元，头关四号尾关五号安慰奖派40.5元。第一号孖 T 啊，头关一号、四号、十四号尾关二号、五号、七号派100,731元。分段时间头段28秒14，第二段23秒35，第三段22秒91，末段23秒49，总时间系1分37秒89，比标准时间慢两线。